低热量又营养均衡的便当吗？今天的美食爆马仔就要带您去品尝不泛油光的便当，满满的配菜超过了六样，色彩鲜艳，营养满分。这鸡便当赞，轻食低热量赞，小马鸡好赞。不管是什么样的餐点，让每位客人都说赞的美食，就位在中山区的巷弄里。以健康为主要诉求，完全会颠覆你对便当的印象。我们的特色就是我们的便当的饭菜是分开的，而且我们是用木片的八角盒，而且它的形状又比较特别，而且盖子是透明的，菜色呈现出来会比较漂亮美观。掀开盖子仔细瞧瞧，黄绿红白黑，多达六样的丰富配菜，满满的装在八角形的便当盒里，再配上大块主食，可口又营养。琳琅满目的佳肴当然不能少了米饭做基底，老板独创的手抓饭有着淡淡的浅黄色泽，里面啊可是大有学问哦。啊，我们这是用台湾那个西罗米台梗九号米，而且是冠军米啊，而且我们饭在煮里面的过程，而且放一些就是南瓜、红萝卜，就是比较均衡那个蔬菜类的东西。想要知道中山区还有哪些高贵不贵的平价美食吗？